桑梗。啊，广东话我们就叫桑梗岭，啊，桑梗岭啊，什么来的？哎，这个很出名。桑梗岭。嗱 ，OK， 桑梗咧有四个部分，四个部分 ，Sam Spawn 咧是第四个部分，是最南边的一部分来的。嗯。讲啊，你讲啊。OK， 我用广东话讲啊。嗱，咁啊，呢个桑梗咧有一个好大嘅地理特征咧，就系点样咧？佢系大家一路嗰阵行嘅时候咧，你睇到好多嗰啲叫竹派，我哋叫矮虫。嗱，呢种虫咧差不多绝迹噶啦，开始。大家知道桑梗嗰个地理嘅特征咧，佢系好特殊嘅，系嗰啲叫barren 啊，系劣地、不毛之地嘅。讲得尽量讲，你讲太多啊，佢都唔知点转啊。简单啲，简单啲。什么汪梗呢？叫双汪梗。Hello， 我直接走上来。那个后代，没有后代，那个嘟咧就是侏儒嘛，大家知道矮矮的嘛，侏儒是嘛，啊，侏儒是，啊，侏儒是 ，dwarf 那个 dwarf 啊哈 ，OK，Sam Spawn 咧，大家看到那么，哇，这个 Sam Spawn 那个啊 ，Mr. Sander 咁好咧，系佢一个好大嘅任务嘅。啊，这个 Mr. Sander 这么大了，他有很大的任务啊。啊？什么任务？我讲啦，呢个任务咧就系佢哋尽量改善桑梗，同埋包括 Sam Spawn 嗰啲蚁虫啊，同埋嗰啲风沙、高温，咁咧就系佢哋最重要嘅任务，系两个团体喺个杂志都有讲嘅。他主要嘅任务就是改善哦。改善海树啦，保护它，保护了，哎呀，保护生态环境，它长得太多，我就放了，好了。它的重任。好啦，我哋讲下今日我哋喺呢个 Sam Spawn 里边应该行啲咩地方？今天告诉你们，今天走的路啊，今天走什么地方？Sam Spawn 咧，hiking 咧，都喺 D 图咧有写出来啦，大概由四个到四个到五个，有四个到五个的地方我们要去，有一啲好远嘅，同埋好难行嘅，我哋今日就唔会去嘅，有啲难的我们就不去啦。喂，好似 high point， 你要租酒店啊？吓，过晚夜啊？去到 Mini Wash 嗰度。嗱，咁我哋今日去嘅地方，听住 ，Ice Cave。我们今天去 Ice Cave。啊 ，Cold。另外咧，去一个系好出名嘅瀑布，啊，华塔奇桥，华塔奇桥。哎呀，呢个瀑布。哇，有超过50人。然后回程咧，我哋就去 Sam Spawn 嗰个表盘嗰度。等啊，几人啊？今日52啊，大家。仲有一个后备嘅游览景点咧，我想今日会去到咧。东前拉架叫做只拉只噶。就系印第安人石头 Indian Rock。去埋啦，快啲走啦！哦，唔系要投票投票。快啲走啦！而家大家举手。大声考虑吧。行快啲，去埋佢。好唔好？唔系留意啊，晏啲走啫，晏啲走得嘅啫。先睇时间。系。嗱就好多资料咧喺我呢度已经讲咗啦。咁咧有啲嘢多嚟同你交代下咧，用国语。就系因为呢个 park 咧，4月17号咧先至可以开始服务嘅。呢个公园啊，4月17号才开始服务啊。所以今日去嗰个 Ice Cave 嗰度咧，系唔入得去游览嘅，因为系上咗锁嘅。哦，今天去 Ice Cave。咁唔去嗰度啦吓。边度唔能进去啊？他们上锁。